且你们要吃那么多天哦。不用撒，冷水煮。不只要热情招呼顾客，还要熟记每一种蔬菜品项，介绍最美味的烹饪方式。没有顾客时，就隔着荧幕跟粉丝互动聊天。北台湾菜市场女神米奇每天在摊位边做生意边开直播，人气不断飙涨。这一套是应急红茶套餐，加三明治的话是，就是很好吃哎，对啊。除了菜市场，就连早餐店老板也发起100天直播挑战，做生意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业者个个出奇招博眼球，吸引顾客上门。做给他试吃啊！还有电视节目慕名而来，小小的夜市水果摊突破重围，透过网络世界打响知名度。但是想做直播，可没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分享给那个网友和粉丝，从中南部来、北部来可以看到，这样就不用来现场看这样。一开始播的时候，随便请一个就是配角啊，或者扒那个凤梨什么水果一直扒，然后看选择什么维他命 C 啊介绍。但是后面觉得说，巴勒女郎出现之后穿比基尼，或者是说她专门介绍，因为她本来就小模就有流量。顺口溜已经不稀奇，巴勒摊还找来比基尼辣妹，掌握到流量密码，人气水涨船高。所以说我们附加价值变出来，变成很多的商店或住商家都叫我们去前面摆摊。跟我们异业结盟，这样就是快闪的意思。那我们业绩成长很多，一直在成长，从一开始的几千块，现在都破万，2-3成这样。善用技巧和科技，让1+1大于2，不止客源比以往增加，业绩也随着直播宣传蒸蒸日上。三立新闻和梦展杨欣怡台北采访报道。